6月13日周五，韩国人气女子团体 TIALA 结束海外行程，经由仁川机场返回韩国。当天现场聚集大批粉丝和记者， TIALA 一现身即遭围堵。即使如此，成员们依旧亲切地同记者和粉丝打招呼，心情看上去相当不错。成员孝敏更是亲切地同粉丝问候聊天，并收下信件，还多次面对记者镜头打招呼，十分礼貌。据悉，此次 TIALA 受邀赴上海参加2016华谊兄弟时尚之夜，行程结束后返回韩国。6月18日 TIALA 还将赴中国盐城出席中韩文艺盛会，引发强烈期待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